七天前，我梦见我弟弟来找我，他被人杀害了。梦里他带我去看了埋尸的地方。你以前没来过这儿？没有，就这条路和我梦里边一模一样。DNA 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断手和尸块都属于李毅。没准就是同伙，这女的肯定知道什么。她要走了，你们在哪儿？要不先跟上她。我觉得你不一样。托梦给我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存在另外一个世界的。